Hello， 大家好，我是 Brenda， 我是维尼，我们是极简主义者。Hello everyone, I'm Brenda. I'm Winnie. We are minimalists.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たち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す。为什么要讲三国语言呢？哎呀，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之后想要发展到日本或者是欧美，这不是重点。当然，国际化当然也不错。只是说呢，最近呢，我们看了就是两部就是很好看的美剧，应该是英国剧跟日剧，所以我们就突然好想要好好的再把英文跟日文再把它学好。So is that。所以就是说，就是想要看得懂一些就是有关于剧的一些原文的消息，就是所以就突然想要把这两个语言再好好的学好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是曾经很想要好好的学英文跟学日文啊，但是呢以前就常常会半途而废。对，那为什么最近又想要好好开始学习呢？因为就是有了目的还有动机。所以呢，对，就是因为有动机，动机非常的重要。很多人想要学好英文或是学好日文，甚至是想要学好整理，但是迟迟都没有办法开始，或是说呢就是中途就半途而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动机，也就是从自己出发的动机。是举例来说的话，像是大家都知道朱学恒，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翻译的一个作家这样子。然后当初朱学恒他学英文的动机其实是为了想要打电动，为了要打一个就是国外版英文版的电动，所以才开始好好的学英文哦。但是因为为了自己想要打电动这样子的目的。对，所以就是说不是因为毕业门槛啦，或者是说你要去面试那个职缺的要求，然后才会觉得说，英文很重要，觉得说如果不会英文的话，就担心没有竞争力，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动机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学英文很有压力，然后就会很容易放弃。对，其实像收纳整理也是一样，要找到自己的动机。像是日本作家环立物，他是因为想要跟自己的两只猫可以在家里的客厅地板上打滚游玩，所以开始整理。然后呢，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很喜欢邀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家里，就是聚在一起，然后一起聊天，一起玩桌游，然后边吃东西这样子，他觉得很开心，所以决定开始去整理，因为他有了一个动机，有一个目的，所以是为了自己开心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好的动机。就算是为了想要打电动空出一个位置，这也是对自己为了自己的一个好动机，而不是因为社会或是其他人的要求或是压力去做的。如果有了一个很好的动机，为了自己的一个好的动机之后，那当然你也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学习的方法，甚至是那个方法要适合自己的方法，会更好，然后学习才会更有效率，然后也会更开心，也会比较能够持之以恒。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日文的方式，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式。像我们因为就是因为开始喜欢看了某一部日剧，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学日文，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可以学习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喜欢的那个日剧的台词。台词。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呢，一天就背两句台词就好。两句就好。对，因为一来那是我们喜欢的日剧嘛，然后一来其实日剧的内容也会比课本或者是些什么日本杂志要来得更生活化那些用语。所以呢，我们自己就是每天呢就把学两句台词，把那两句台词抄下来，然后自己就是 Google 去搜寻那个翻译，然后呢还自己就是搜寻就是文法来学，就学两句台词，每天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学习过程其实是非常开心的。那这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然后又适合自己的方式。对，那以我们的例子继续说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整理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物品其实不算多，但是偶尔还是会要整理一下。那当然除了我们本身自己就是对于说到这里觉得非常好玩之外呢，我们最主要的动机应该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过着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吧。对，就是想去哪就去哪里，只要背着一个后背包就可以马上出门，完全不用烦恼搬家整理的所事情。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整理呢总是觉得整理的不好，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如先停下来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开始整理？你想要在家里做什么事呢？那你整理的动机是什么呢？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See you next time， 加马达呢。